又回到我们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钟，多爱自己一点点，我是念洛。在今天呢，学校没教的生命课，我想是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第一次遇到我们的大年初一的时刻，太不得 了真的不得了，好兴奋哦，好好的机缘。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所有的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哈佛心灵成长协会的刘新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陪伴大伙一块来过年哦。刘医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听众们大家新年快乐。是刚刚才这个守岁哦，跨到大年初一，这个时候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事情啊。不过刚刚因为刘医师进到我们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跟刘医师讲，每到这个时候啊，我记忆当中我们家的人好像都在谈回忆，所以就想要请刘医师今年哦也来跟，因为刚好是遇到过年很难得的机会，就来谈谈过年这个时间里头，全家大小聚在一块的时候，或亲朋好友相聚，好像回忆这个比例占的蛮大的，对不对？好棒的时光啊，就是新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新年这两个字在心里面带着热量，会温暖的。那只要心里想到新年快到了啊，里面充满着一些欢喜的内容，跟回忆。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就经常期待怎么新年不马上快到。对对对，没错，很期待啊。对，那新年有一个伴随的一个字眼呢，就是守岁。岁就是时间，守岁。所以中国人的习俗之间非常好，到了新年就会团聚在一起。那一对人在一起做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爸爸会教我们赌博哦，赌一赌。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中国家庭啊，会非常温馨的团聚在一起谈事情。那谈什么呢？那我也听说过也相信啊，那很多的家庭会在一起谈以前的事情。没错。那今天的念洛就特别提到了以前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时机嘛。那今天这么好的时光啊，大年初一，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子去看待生命以前的跟以后的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哲学，也可能是一个生命的智慧。我觉得是您提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来讨论呢，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来谈守岁谈的回忆。各位如果经常跟很多人在一起啊，那你会把他的跟你的谈话解析一下子，大体你会发现我们谈的内容是存在一个时间因素，包括我们有一个时间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的思想如果你看心理学，如果假设没有时间这个因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串联我们大脑中所有这个经验过的这个生命的故事跟回忆，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呢挂了一大堆的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想各位这个听众回想一下以前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几乎都会伴随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情绪。没错，它都会带着一个情绪。对，所以在属性上它有快乐的，有痛苦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中性的。所以回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元素，我们的回忆中间它包括着情绪。而当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每次在面临大脑传进来一个回忆，不管这个回忆是主动进来的
或者是你刻意勾起来的，像我们守岁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老一代啊就会讲，哎呀你小的时候啦，对对对、你的妈妈啦、你的叔叔啦，或者某些事情的时候，当勾起来这些回忆的时候，你自动会伴随着一个情绪在、不同的回忆的背后。各位知道回忆是什么呢？回忆这种东西，它是被我们记忆下来的一些东西，它的存在必定是伴随这个情绪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好的时光，那来谈这个回忆，为什么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生命中间经常我们的大脑中回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元素啊，跟这样子的内容占据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各位有看过很多人喝下午茶吗？下午茶后就听到一大堆的聊是非、各式各样的内容是非也好啦，或者自己的某些现象也好，那是不是都是回忆？是。所以我们过了这一年，今天坐在这儿啊，又在开心的等着过下一年。那我们上一年中，我们好多的时间我们都用在回忆了，对不对？生命本身就是我们的资产嘛。那我们来看看，让我们一年中耗费了很多时间的回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就借着这个好时间呢，我们聊聊这个天，希望对明年呢带出不同的生命的气象。好，那我们就来认真呢、就来谈回忆。我刚刚说过，回忆必定是带情绪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回忆不带情绪的？没有。情绪越强烈记得越清楚。没错。嗯，所以回忆一般分成两种形态的回忆啊，不谈中性部分的啊，比如说我在回忆我打电脑，这个东西回忆起来就没那个意思，就是打电脑一些技术性的。那所以我在进入大脑中的回忆大部分都是要酸甜苦辣麻辣刺激的。我才会不自觉的进来，或者是我刻意的勾起来。 OK 吗？好，回忆包括两种心态，一种是快乐的，一种是痛苦的。那么念若、我请问你，人经常爱谈的这两种属性的回忆，谈哪种比较多？这个痛苦比较多。痛苦的你觉得吗？我听到的。你听到的？我听到的。我听到的好像也是我经常我会把我耳朵竖起来听人家下午茶谈什么。我也是。我发现到比如说是骂蓝的骂绿的啦、然后骂老公啦、骂老公孩子啦、对对、等等的社会上不公道的啦、或者一些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多啊。谈快乐的少哈，很少，是不是？比例比较偏少，比较偏少一点。不管是今天呢，这个回忆进入大脑哈，是他自己主动传送的，或者是我们勾起来的，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痛苦的多，对不对？好，那痛苦的回忆带给我们什么？很简单，就是再来一次。再拿回来咀嚼一次那个感觉。我在有一年呢，我每一年我有两次都会去日本的京都。我喜欢京都，因为京都是个很宁静的、没有污染的、没有工业的一个不是很商业形态的一个观光城市。人也很非常的这种很轻松啊，态度很好，所以我经常都去春天赏樱花，秋天就在赏枫叶。那一年呢，蜜也就邀请了朋友，这个朋友就主动就邀请了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他正好有家里有了一些不好的变动。然后我发现当我们正在欣赏非常美艳的樱花的时候，整程的路上他不停的在谈他的痛苦的家庭的家变。
不断的在谈。那我们这些朋友也很好，听他谈嘉宾的时候也都很愿意细细的去聆听，或者同理心的去呼应。但我觉得实在是难得来到日本这么好的这个樱花季，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要看一看樱花再聊。对啊，痛苦的回忆，痛苦的回忆啊，他带着痛苦的情绪，所以每当这样子的回忆进到脑海子的时候呢，我们情境重现一次，那个悲苦它又出现了一次。然而今天我们生命中不管时间流过了多长，好像这些越是痛苦的回忆越是不能忘怀，而且它都会以崭新的姿态好像又在发生一次。所以常常一个痛苦的回忆可以进入我们万千次不知不觉的或者蓄意勾起来的让我们痛苦。所以痛苦的回忆不是很好，对不对？嗯哼。可是有些人偏偏就喜欢勾起那些痛苦的回忆啊，不是吗？因为真的有的人不是刻意要勾起，但有时候呢，随便那个思想怎么想都会想到那些痛苦，那又该怎么办呢？好啊，可是有些人喜欢去勾起来痛苦的回忆啊，有些人不但喜欢勾起来痛苦的回忆，还喜欢跟别人讲。嗯，我刚刚我们都同意嘛，痛苦的回忆是不愉快的，是让自己不舒服的。而每一次在痛苦的回忆发生的时候呢，各位都知道，这个回忆本身伴随着痛苦的情绪，它是以什么形态存在我们的意识中吗？嗯哼，它是以一种明印的形态啊，去存在我们的整个的潜意识中啊。所以我们说潜意识中有一个很大的记忆库，里面充满着明印，我们叫做明印海。嗯哼，我们的潜意识中有成千论万以计的各种从小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印，叫做明印海。明印都带着一个情绪，它以一个固定的形态永远激起某一种情绪，这个情绪不是理性上你可以克服的。嗯哼，永远你可以告诉自己说，你看回忆都消散了吧，都是以前的事情嘛。各位看电影啊，电影中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电影，是战争片的恐惧，是爱情的快乐，或者是灾难下的痛苦啊，到时候电影结束了，荧幕上 the end 灯一开，你完全又回到自己了嘛？没错。嗯哼，是不是？你看电影的时候，电影是电影，你是你，你知道灯一开电影散场的时候，那个最终那个电影是个虚假的，你知道的。但是我们在面对回忆的时候，回忆没错啊，当初扎扎实实血血淋淋的就真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在那个当下的 moment 是如此的实在，如此的刻苦铭心的那一种的某种情绪的感受，没错。在当下它是实体，十年后呢？嗯，它还在吗？嗯哼，它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某一样东西，还是它不过也不过是像电影般啊，是个早就开了灯以后不应该存在的一个泡沫呢？到底它该是什么？嗯哼，人的智慧永远会说，没错啊，不管今天回忆我是男主角或者我是女主角啊，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既往所有的一切回忆它是个泡沫，他在那个 moment 当下的那一刻，某个人骂你是王八蛋、嗯哼、巫婆，骂你无能等等，或者打了你，那是实体。但是结束了以后，到今天十年后，他还是实体吗？他不是实体的。嗯哼，他是虚幻的嘛。所以佛家讲，在《金刚经》里面有特别谈吗？人生呢、啊，对不对？它就像是一个
虚幻的一个泡影，一个泡沫，一个幻影。对呀、啊，各位到山里面看到小溪啊，积水去冲击岩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泡沫嘛。嗯哼，泡沫浮在水面上后，等一会泡沫泡又碎掉，所以你看着溪水的泡沫，你说泡沫是假的，所以我不会留恋那个泡沫。可是当我们生命中间既往早就消散的啊、哦，完全只是像电影般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挂在我们的心田中，挂在我们的背脊上，让我们的生命悲苦，让我们的肩膀抬不起来，让我们的心里充斥好像一大堆蛀虫在阻嚼着我们心的那么一种痛苦的生命情景。我们觉得生命苦什么意思？你说的是以前苦还是现在苦？嗯哼，嗯哼，啊，很多人在谈苦的时候，经常他把以前早就消失的东西一直背在自己的背上，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强调自己是悲苦的，所以他活着是活在历史中一种累加的数学题的，他不是活在当下。嗯哼，好，一个回忆经常又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啊，他平常都是以一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的角色就冲上你的大脑中，要你相信这些不存在的虚幻的假象，它是实体，它存在，你应该是受到他情绪的影响，你会不断的痛苦重现。嗯哼，那因此当这些人面对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不管今天他自动输送到大脑或者我勾起来的时候，我经常一个消散的东西啊，在既往的这一年内经常天天出现，所以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他会强化我内在这个回忆下的痛苦名音，他增加他的痛苦的能量跟指数。所以好了，一件事情的痛苦啊，我们智慧应该是让它渐渐的消散，但我们不是，我们每一次的回忆情境重现一次，嗯哼，它就会加重这个命运的伴随的痛苦的深度。嗯，所以你是不是伤到自己了？现在呢，很多人面对痛苦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个方法就叫抱怨，怨天尤人比较快、啊、就怪嘛，怪嘛，人呢、啊嗯，碰到事情受伤了，经常抱怨老天，老天你真的是很不公道 ，Why me？ 为什么要发生在我？为什么不发生别人？你看这个车子就这样撞了我，为什么不去撞别人？嗯、啊，怨天尤人，每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带出来了不快乐，总是可以找到罪魁祸首。他会分析说他就是他干的，或者是他干的，然后就去怪。某些人，所以当这个回忆以一个名义形态存在你的大脑，常常不知不觉的每天都输送，经常输送，或者你刻意去勾起来去跟别人讲、哦、当你用一个对别人宣布的方式去跟别人讲、哦、现在更方便了，因为以前讲这个打电话约下午茶还要打电话，现在直接在脸书，嗯，通讯软体上就可以讲了，对，直接，对，还可以，带照片，直接报道，嗯哼哼，太快了。那么，我们提过，痛苦的回忆会伤害你自己，加重内在名音的痛苦的程度以外，它还伤别人。嗯哼，怎么伤别人呢？各位有没有经验过？你跟人喝下午茶，他不断的在讲他生命的伤痛，你回家以后会不会感觉到也是有一点点的好沉重，感同身受、哦嗯嗯、一种同理心下的感同身受、嗯、哼，各位都知道我们内在的痛苦哪来的吗？很多都是别人透过讲话在我们内在植入了痛苦名音、嗯、对，在我们 内在会植入。当一个人在碰到痛苦回忆而经常向人抱怨的时候，他常常变成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他竟然有的时候有能力为聆听的人植入痛苦名音、啊、比如我举一样讲好了，有一个、女士先生呢就是七年后劈了腿，他又气愤又痛苦，
所以他就找了好几个朋友喝下午茶，一直骂，骂这个婚姻，骂这个，骂这个伴侣劈腿。结果回去后，那些听的太太们呢，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老公，怕也劈腿，七年之痒，所以每一天只要超过十二点钟不回来，就很紧张。Uh-huh. 本来以前都不会的，说老公爱我、uh-huh. 啊，他 OK 啊。现在忽然间就有了经历，哦，这影响性好大，好大。其实我们内在的明印，都是一个是单天生的，一个是环境中外界带给我们的，很多来自于言语。所以当你在聆听，有人在这个怨天尤人谈痛苦回忆的时候呢，你不知不觉就中了标。嗯哼，好，中了标以后，那个明印就存在了。从你本来是一个活在当下开心的人，到开始担心老公不知道会不会也变成像那个人一样、嗯哦、对结婚做婚姻做了一个不恰当不忠贞的事情。当一个人在抱怨，在回忆中抱怨的时候，他也帮了别人，有的时候植入那个名音。当然好在我们人总是不会运气这么坏吧，每见到人都听痛苦回忆、嗯、哼哼，所以偶尔发生嘛，也许听了当下同理心有这种痛苦的感受，哥哥就消散了。但你知道有些人是专门在听的。嗯哼，哪种人专门在听？心理医生，对，就是咨商师等等的。咨商师、嗯、你知道咨商师经常要被咨商。嗯哼，因为他们有太多名义了。听众们不要以为咨商师心灵就是宁静喜悦的，经常不是这个样、嗯、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要去表演的。就像各位看到影片中电影中的演员并不见得是那种人、嗯哼嗯、他会在那个职场那个角色下，他会扮演某一种帮助疗愈的内容，但他经常在聆听后，他也是人，有的时候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嗯、哼，不知不觉的也沾染到一点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久久以后呢，他们也需要被咨商、哦嗯、这个经常发生的。是，对、啊、所以我碰过有心理咨商师跑来找刘大夫，他说、你方便帮我做一下咨商吗？他直接就把刚刚那个原因就讲出来了。所以各位理解到吗？假如我今天我有一个痛苦的回忆，我真的一定要伤害我自己吗？嗯哼，去加重我内在的名因，让我内在那个回忆的痛苦指数加深，而且每一次的情境重现真的是快乐的吗？第二个，我伤害我自己就算了吗？但是我现在还继续的去散播我这种痛苦的回忆到我周边其他的相关人，让他们不知不觉的也沾染到那个痛苦，这是一个好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吗？各位有看过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个金毛狮王谢逊、嗯、谢逊很拿手的一个功夫叫做七伤拳。这个七伤拳有个特色，叫做一拳出手伤己伤人，伤人伤己。今天是好的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可以听到了吗？回忆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回忆一点价值都没有，它是一个过期的电影，一个溪水急流下的一个泡沫，它根本是虚像，因为它早就不存在了。嗯哼，当时被打了被骂了某种痛苦，它是实体，那是在那个当下，十年后的今天，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智慧吗？我们真的还要在留恋上那种悲苦、啊、让这个悲苦不断地咬着我们的心，同时间睡眠再去咬别人的心，让这个世界充满着悲苦，这是我们的智慧在教导我们吗？来，新的一年、啊、大家围在一起，都是你身边最爱的人，看着他们，我们看着是要回头看一些悲苦的回忆呢，还是让悲苦的回忆从你的肩膀上卸下来，然后往前看。您没有正在健康的呼吸吗？您没有很欢喜的看到周边都是你所爱的人吗？如何给他们一点祝福跟鼓励？
如果让今天是一个欢喜的时光，就在这个当下，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没错，没有错。好，我刚刚拉拉杂杂讲，我把场景再拉回来一下。我们谈到，当我们在抱怨，我们在回忆中抱怨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会帮自己加强痛苦铭印，而且帮聆听的对方呢，也不小心的植入一个痛苦外。还有一种不是透过言语的，他直接就透过那个痛苦的能量。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当有一堆人开开心心在聊天，忽然间进来一个痛苦的人，大家都不要讲话，都忽然间会感应到某一种情绪，然后你发现你们不再快乐了，有没有发现？没错。那美国的做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证明痛苦的情绪它是以一种某种甚至于现在在科学都无法去侦测的某一种能量的形态呢散布到周边去。他们譬如说，他们发现到譬如说一个会议，很多的人参加会议要做一些决定，当一个带着情绪譬如说包括愤怒或痛苦的人走进这个会议的时候，很多的会议的结论都是负面的悲观的。好，这里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心理学做实验中所发现到的。这个以前这个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就谈到了这个叫做集体潜意识。各位都认为人是单独孤单的，我们跟别人是分离，其实不是。我们在某种的量子能量网中，其实我们是连接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是连接的。所以你可以看，当世界苦的时候你也莫名也苦了，当世界快乐你莫名也快乐。这不是今天是个理论，你不要说刘大夫你讲这个东西是个理论我不信，你不必信不信，这个是个科学，它存在的，我当然可以有很多方法来举证。所以当一个人在抱怨在提出一个痛苦回忆的时候，他透过这个集体潜意识在伤害其他的人。听到这里呢，其实啊，如果我们曾经因为我们的回忆啊，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去伤害过别人，并不是要大伙呢不断的自责哦，自责产生的一些负面能量更是多的，而是要您觉察到这样的一个意念它的传达，原来它是透过呢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不一定只有语言哦，它会感染到身边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要来觉察回忆呢？它这里头的情绪所带来的波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儿转眼看到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可能也不是那么足够把它全部的说个清楚，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聂洛会继续的邀请我们哈佛心灵成长协会的刘新阳医师在节目里头继续的将回忆好吗这件事情啊，透过不同的观点再陪伴听众朋友再来觉察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观点啊。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呢让更多的朋友更了解自己而有新的发展。那么节目进行到这，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刘新阳医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凌晨零点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多爱自己一点点空中再会。